好，我是凉凉。我们现在呢是在上海国际车展的7.2号馆起亚展台，我要开始今天的工作喽。我现在去化妆了。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，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。我这边已经体验完了所有的项目，请问是在这边兑换礼品吗？啊，是的，让我来为您核销一下。好的。哇，还不快来起亚展台跟我一起体验吧。